大家好，这是 Mount Plata 的这个湖 Lake。刚才我们从那个 Cini 把麦克给，他说他要回家，他来到了这个地方。他以前是在加州的，这是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。他的妻子 Nancy 是2020年的一月份去世的，他没有孩子， Nancy 的孩子现在在住在那个房子里，那是 Nancy 的房子，他现在没有房子。他从加州，他是出生在加州，然后来到这边，这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啊。就是谁都需要奋斗。这是 American Robin， 在这个湿地的地方，每个人都需要奋斗啊！不奋斗的话，成为 homeless 就非常的过得就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没有什么意思。看这个景色。景色很美，湖水很清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纪念的公园。这边是儿童的游乐场，麦克他说外面风太大太冷了，只穿个短裤，就是他在加州买的那种短裤。旁边就是旅馆，这是个纪念的旗帜，黑色的，中间有蓝色的道。他是把这个东西给溅到湖边了。我们看看他这是什么。林肯 County Law and Memorial， 这是他的纪念。Honor Roll。然后呢，就各种年代都有。后面走，这是纪念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是有。这十字啊，红十字的旗帜，各种旗帜都有啊。前面是有火车，这等于是个纪念公园，纪念内布拉斯加的。这纪念公园是开放的，雄鹰展翅，20世纪孙楚，越南 Memorial， 越战的 Memorial。